默儿的病已无力回天，只要默儿还活着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我就一定不会放弃。世人总相信有抢救之法，因为除了相信，也别无他法。你别过来！自从我嫁入徐家，我们就回不去了。师妹。 霍展白，时辰到了。他病中郁气窜，你扶阳失守，伤了心脉，犹豫不得了。霍展白，我已经找到了一张古方，可以治好默儿的病。只有你醒来，才可以救他。你快醒过来！你快醒过来！答应过我的，师兄。霍展白。